好，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讲解。先请各位同学们测试一下声音和图像，听得到吗？可以听得清楚我讲话吗？云南昆明，江苏的苏州。好，苏州现在已经有两位同学了啊，北京同学应该最多，沈阳、东北也有不少。焦先生，洛阳也听得清楚。苏苏，我们有两位同学。好，那我们来开始今天和大家一起来的问题啊。我们好多同学进入到我们的学习当中啊，可以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在群当中每天会问大家听得清楚吗？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地区标注，然后点说一下 OK 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是网络的原因，有可能是中国网关的原因，有可能是各种网络的原因。那如果我们有同学，比如说在同一个城市说 OK 了，那么表明可能是你自己电脑产生了一些状况。好，那我们一起来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讲解当中。2018年2月12日啊。CodeTrading 给大家带来的第1045讲的讲解，专业投机原理。那最近马上春节临近，是12号，然后13号、15号应该就是年三十啊，14号是29，今天是27啊，所以在这几天的时候。我们还会进行两天啊，今天、明天，星期三的时候，可能会，大家可能会用答疑的形式来进行，然后在15号除夕夜的时候啊，我们就放假了，大家就可以都休息一段时间，到23号啊，就是到23号有一周的时间的休息，然后我们解盘了会从26号啊再开始。好，那么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讲解啊。今天为大家带来讲解的 CodeTrading 金融交易学院，和大家一起来听一下专业投机原理啊。那我们在之前去谈及到趋势分析的精益啊，技术面分析的优点与缺点。那么，趋势的精益其实在交易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啊，包括说我们如何去判断去。技的优点和缺点，我觉得在今天可以和大家去探讨一下技术面到底，因为我们在市场当中，使用，技术面分析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啊，因为技术面相对来说比较清楚啊，一条均线摆在图形当中，比如说我们看到图形当中啊，一条均线摆在图形当中。他很快就会看到说，哦，他上下的这些状况啊，他是涨是跌，就很快能够看清楚。那这是技术面分析的一个优点所在。那技术面的当然也有它的不足啊，技术面的不足在于它不能够清楚的把握基本面上边所有的这些行情的推动力，到底什么原因带动了行情是涨还是跌的这种推动力是。技术面分析所不能构成的。那传统的金融分析认为说我们在之前也谈到技术分析的三大基本假设，所有的多空消息都会反映在图表上。但是我们现在发觉特别是做外汇交易，你不了解国际金融形势，不能够握住这些大势的话，很可能在交易当中交易的状况就并不是如你所料的那样的那种状况，所以就必须还是需要去了解一些基本面上的动力。所以我们每周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呢，都和各位同学们去谈及基本面在这一周有哪些非常重要的行情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是需要去看的，这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好，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在本周有哪些重要的行情。我经常在去检索网页去看重要行情的时候，喜欢用一个网站叫做 investing.com， 3winvesting.com， 然后 economic calendar， 这个是一个可以说就是在这些
各种类型的财经日历，它的准确度、及时度是最高的。那当然，中间它所包含的这些讯息也是非常多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在，在随后的一周里边有哪数据。那在研究重要数据的时候，我想每个同学都会去找到各自的财经日历啊，去看到说哦，有什么样的财经日历啊？这个财经日历它的它就会表现出一些重要的数据出来。但是如何去使用财经日历？在财经日历上，如何去发掘这些机会点？这些机会点才是中间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每周在我们的周五或者周一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去进入到我们基本面的讲解，去这些重要的要点，去找到这些节点的时候，去筛选出最有可能发生行情的这些交易的机会，实际上去做一个料敌之先的这种动作了，就是我不知道行情怎么走，但是我知道在那个时间点上会有一个大行情，这是各位同学们所需要去学习的方法论啊！我再说一遍，我每次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不是单纯的跟大家去解释啊如何去看它，如何去画图，而是在去教大家一种方法论啊，这样的方法去来看待行情。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下周的时候有哪些重要的。有哪些重要的这些数据产生，有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好，那现在悉尼时间是8:07，那对应的北京时间呢就是对应的我们的北京时间就是5:07，它 GMT 加八啊，所以它的这个时间节点它的时间节点我们说就是。东八区的时间节点啊，这一周的数据，那我们知道说，下一周非常重要的是中国的农历新年。那中国的农历新年所受到影响的，我们知道可能会有这个农历新年受到影响的哦，它的这个周是从注意它的这个周算法是从 Sunday 开始的，当然到周五结束。有时候在周末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特别的一些行情和走势，一些重要的会议有可能会在周末进行啊。那一周重要的数据，所以我们这一个时间点呢，是从2月12号开始，到2月18日啊，2月18日截止啊，这个是 February，在这一周里边。好，那在这一周里边的这些重要数据，如果我们进行一个归纳和总结的话，我想，那是下周是农历新年，因为我们在参加我们课程进行解盘的这些同学都是还是中国人啊，就是当然有些国籍是澳洲的国籍，有些国籍是新西兰国籍，有些国籍是美国国籍，但是终归是中国人啊。所以，进入到下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holiday 是非常多的。我们看到在中国，有China Lunar New Year，就是农历新年。那日本呢也过 holiday，Japan 呢也是 holiday 啊。Japan 就是叫做 holiday，Sunday 是 national 日本的节日也是非常多的啊，体育节啊、春分节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节是非常多的。那最近的这几天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亚洲区的当中，中日是有不少的这个假期的。那受到影响呢，显然我们会只看到说，在这个亚洲假期时段中国的股市会受到停盘啊。当然这种股市会停盘，日本在周日、周一，包括今天也是 Japan 的 holiday，那这些数据呢相对会动得比较弱一些，
国际金融市场当中啊，与之相关的啊，其实各种货币的都还在运行。中国的农历新年，我们看一下，开始是从15号开始，也就是从29号开始的。法定的假期休到几号了？好像听讲是说休到初七是吗？我们中国同学是不是国内休到初七呢？还是初七是几号？22号吗？啊，别写日本了，中国吧，什么日本了？节啊，新春佳节啊，受此影响呢，我们知道中国的 A 股啊，就是中国股市啊，香港股市。啊，股市受到连带的影响。刚才我们同学是中国是休到几天？初七上班，初六，初七上班，初七是哪天呢？啊，我们也有马来西亚的同学，马来西亚休息吗？啊，我知道，那澳洲是没有这个假期的。在华人社区里边，会有一些有一些活动啊，有一些这个举办一些活动，但是没有这个的假期啊。吴晨晨同学来自香港，香港也应该有假期对吗？啊，施先生、施小燕、焦先生、大卫啊，22号初七上班了啊。啊，所以中国股市、香港股市会受到影响啊，休息啊，所以这一段时间，既然在一个欢度新春的时候，相对来说行情走的也比较淡啊，或者说即便行情不淡，大家也是安心过年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中国的股票市场会产生这样的变化。那另外的一些变化，我们会注意到在下周的时候。啊，有一些数据，我们从上向下进行一些检索。我们看到在，在周二的时候，会有它的英国的 CPI 的数据。那下周英国有两个数据比较重要，英国的 CPI 数据和一个我们注意到英国的 CPI 数据和后边的它的零售数据。啊，CPI 数据和零售数据，那我们看到这两个数据整体上来说还不错，特别是我们看到零售数据，1月份的零售数据竟然录得的说比12月份负的1.5，由负转正，涨到了0.6。我们在这个数据其实蛮关键的，就是如果它呈现出正值的话，这个数据应该是值得各位同学去关注和观看的一个数据，这也有可能会形成下周英镑的一个关键数据。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数据的细节状况。好，来看一下这个数据的细节。那我经常看的网站啊，就是 Investing 的这个网站。如果你也可以去点击开你需要去看的这些数据。点击开之后呢，就会看到弹出它的这个变化值啊，它的包括它的这些说明的状况以及它的变化的这个幅度。那如果我们用折线图看它最近一年以来的走势的话，我们会发觉最近一年来的走势呢，它还是围绕零上下运动。上一期呢比较差啊，录得了负一点，负的0.5。它中间这儿可能出现了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它的预期值就是我鼠标所指的地方是负的0.6，而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值它的预期值呢是。0.6，所以中间是有一个差值的，来注意一下啊，就是这儿啊。所以刚才这个数据，我说觉得感觉它有些不对。我们看到在这里，它这个网站可能出了一些问题。这个数值应该是负0.6，不是0.6，不是一个邮政转负。所以这个值还是
表示英镑在负面的这个状况下呢有所好转，但是并没有真正走向一个并没有真正走向一个正值啊，这是我们刚才在讲再去关注它细节的时候发现的一个内容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有误差的啊，我们在这儿同学们你们要知道这是有误差，我在这里就不去更改这个数字啊，但是你要知道是有误差的，那这个误差表明说英镑整体还是在一个负的作用当中啊，但是有所好转啊，有所好转，它的 CPI 的值呢还是差不多，所以整体上我们看到英镑本身相对来说它的力度了可能变化并不是特别大啊，可能变化并不是特别大，那么在所以镑的英镑在这个时候。负面，英镑相对来说是偏负面消息，就即便它比前次好，仍然是一个呈现出一个 retail sales 是一个负值的一个数字。那与之相对应的，我们注意到现在的英镑还是在一个空头走势当中，所以我觉得下周的英镑的走势也并不是太乐观的，不是太乐观的。那另外还有下周的。数据下周有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到说，下周的美国的数据也比较多美国有核心 CPI 数据、核心零售数据，有 retail sales 的月率。那我们注意到美国的这组数据相对来说前值有所下跌核心 CPI 从0.3下降到0.2。核心的 retail sales 由0.4变成了0.2，retail sales 的月率略微上涨一些。那在PPI 的数字有所上涨，那美国的一个数字，它的营建数据有所上涨，所以美国可以来说，整体上我们看到美国的数据喜忧参半，就并没有能够有那些能够带动行情特别大的走势的。那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觉得重要数据当中在，星期四的这个数据当中，就是我们年三十的北京时间9:30的时候公布的这个数据，可能会引发美元的一波波动啊，这是这个值是相对比较强的，而且它的变化幅度也比较大啊。我们说观测数据去观测那些数据变化比较大的。这个数据就是它变化比较大，那产生的这个是它的一个关键数据，而且这是利多美元的。目前市场当中，我们会看到美元整体还在一个强势当中，但是在今天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美元有所走弱啊，有所走弱，进入到一个回调行情当中。那在下周当中，我们初步认为，美元经历回调之后，在没有大的这种基本面的变动，美元会重新回归到它的这种相对强势当中。当然，下周是一个有可能变盘的一周啊，就是我们的这一周，还记得我们在对非农的这个谈法吗？非农影响行情会影响多久呢？2周左右啊，记得吗？我们在非农通常会影响行情，会影响2周。那从5号开始到现在，到这周结束，正好就2周结束了。那2周结束的时候，有可能非农对美元强化产生的这种作用就会削弱，而新的这些动力就会逐渐的去进入到投资人的视野当中。
我预计的是美元会延续走势，就是如果我们这些数据在谈这些数据在走的过程当中，它的走势就如这个图形所料，它的结构就像是这个预期值一样走下来的话，它就会走出原有的这个它就会继续朝着原来的方向走。那如果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再结合一些行情的话，我们发觉美元确实现在在走一个回调的行情。那之前我们去做的这些相对来说做的都是一些空单的，就是非美货币的空单，包括英镑的空单，欧元的空单，美日的多单。那今天都有一些变化，倒是美日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行情，美日开始往上走，美加从高位开始脱离向下，美加现在运行到周输轴线上，美加可以说命悬一线啊，原来的这些单可能要做一些变化，美瑞呈现出一个继续上涨的行情，美瑞还在这种涨势当中就走位了，这是美瑞的运行的状况，所以下周整体。美元占的影响力，我在这些市场当中的影响力相对较弱，相对较弱的一个就是美元不会再像我们的上一周那样产生如此强大的那种数据的影响力，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美元的变化。那除此之外，我们还看下周的时候还有澳洲的数据。那澳洲的经济数据，我们会看到它的就业数据也是。并不是特别的好啊。那1月份的就业数据，34.7，前值34.7，然后预期值了15啊，新增1万人的就业岗位啊，所以中间也是差距也是蛮大的。整体上而言，我觉得在这个市场当中下一周的这个行情走势应该是基本面影响相对偏弱的一周啊。如果定调的话，基本面影响相对偏弱。我觉得英镑会延续原有的走势。那包括我们的。包括我们的澳币也可能会延续到原有的走势当中去，所以这是下周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些金融交易的数据。可以说整体上来说，值得注意的数据还淡的一个数据数据层面比较淡。我把这个图做好之后发给各位同学。这是我们看到的下周的主要的经济数据。那了解这些经济数据，对我们的交易其实有着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帮助啊，能够帮助我们说能够知道在哪一天行情会走出一些大的走势的格局。那在最近的几天里边，我们会看到在周五的时候，特朗普签署了预算协议，新增了3000亿美元的支出，这会使得美国的这些经济数据会比较好。所以说，这些新的预期如果出现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些经济数据，核心的 CPI 的数据，有可能它在这些数值上有可能会有些强化了，有可能会有些强化。那另外英镑脱欧进过了这种。重大分歧的这种调整期，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是我们看到的，在基本面上产生的一些重要的数据和重要的行情。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交易内参当中，和大家去看的。
那在周五的时候啊，高位做空黄金，黄金跑下去了60多个点，啊，今天有所反弹，逢高做空啊，纽币啊，逢高做空黄金，傍日啊，颈线位置。那在今天的时候，我们认为欧元逐渐走到了它的月线的压制位置，啊，1.2290月线的压制位置。那4小时图上下，欧元下跌到1.2200，触及200日均线。那200日均线啊，美元指数在90企稳，欧元对美元仍处于下降通道，也没出现大的反弹。那我个人觉得，欧元还是相对来说不是特别乐观的。欧元不是特别乐观的一个走势的结构。那上周的时候我们在晚间的时候和他去做了欧元的空单啊，当然我们当时设置的止盈的位置在00的位置上啊，我想啊，如果各位同学你们不做调整的话，那个单应该是止盈了啊，如果不做调整的话啊，那个交易单应该是止盈了。上周有哪些同学做到了欧元的空单呢？上周有哪些同学做到了欧元空单呢？那包括欧日也可以啊，就是欧系货币的空单啊，欧日的单也可以。啊，有同学说没声音了，其他同学听得到吗？应该可以听得到的。啊，我只有听到一位同学，我们看到张家浩同学做到了，焦先生做到了啊，许可同学做到了啊，另外同学也可以听得到声音啊，可以听得到的啊，所以啊，个别的状况啊，个别状况应该可以听。所以欧元我觉得还是一个高空的行情，4小时图上大型阴线覆盖范围内的反弹行情啊，接近大型阳线的底端的时候，可能有向下做空的力量存在啊，这是欧日啊。那欧元本身4小时图当中，欧元本身的4小时图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欧元的 Z 模板当中啊，行情又来了。这个位置其实和我们在周五做空的那个位置一样，和周五做空的位置一样，又是一个可以做空的空点。这和周五做空一模一样。周五我们在同样的位置做空往下走，40多点最高的时候跑到了50多点，应该往下走。所以在这个图形当中，我觉得欧元目前，如果你周五做到了这一单，我觉得仍然可以去啊，仍然可以去做到啊，做这个单，欧元又开始动了。欧元又开始朝下了，大型阴线反转反弹之后，欧元又可以开始做空，所以我觉得欧元仍然是一个逢高做空的行情。那行情如果重启一波跌，看看它能否有望它下破，所以这是下一周里边关注的节点。当然，我们看到下一周市场当中没有一些能够特别强而有力的数据，所以欧元的破位也并不是特别容易的。那英镑对美元周级别进一步反转确认啊，就是往下走。最后一根较大的阳线又被吞没掉了，大阳线被吞没了。4小时出现一些反弹，50日均线压制于200日均线下，仅剩的逢高做空的思路啊。英镑啊，我觉得还是一个高空为主的行情。看一下具体的英镑的走势的状况啊。我们现在大约在交易的头寸当中有着不少的它的英镑的空单啊，有2手多的英镑的空单，有5手多的欧元的空单啊，镑的空单仍然在。那熟悉交易系统的同学，你可以看到，
棒现在又缓慢地回到了我们交易系统的内部。那我们在之前去谈到了见龙在田，强化一级的时候就学过了这个交易系统，所以我需要这些同学们去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去，有意识的去印证这些交易的体系，去把它执行，去做一些执行的动作。我觉得，交易的状况当中执行是非常有，就是有，就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了，就是把这个单子执行在交易当中去。那这周我们注意到，它的周枢轴线所在的位置在1.3880。交易系统指示出棒澳又出现了交易的机会。棒澳出现了高空的交易的机会。今天早盘的时候，我们和大家去推荐了一些货币，对欧澳包括镑澳，这是这些货币可能会出现一些大的下行行情。那特别是如果我们今天的澳币出现反转，但是现在看来好像澳币的反转的力度也非常非常有限不太像走出一个筑底反，出现一个下跌行情当中的一个反弹，所以这个欧澳棒澳的这些的空单可能要去再等一等它的等一下它的交易的交易的机会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图形交易内参当中继续来看一下交易内参当中我们显示美元对日币出现了相对的背离的状况其实还是在测试低点。还是在测试低点，就是108.50的这个位置上的这个低点还是在进行一个测试。日本央行进一步一个就相对有限，美元对日币是走的比较慢的一个货币就最近的这个行情，美元自己也走的比较强，日币也走的比较强，所以美日相互。两种货币在相互比强。两种货币在相互比强了。来看一下美元对日币具体的状况。非常不规则的一个走势，非常非常不规则的走势，行情在，我觉得美元对日币它的做法，如果你去币嘛，那你就在底部去抄一抄，就是在108的底位的位置上去进行一些进行一些交易了。当然这不是主流的交易的思路，就是和我们日常来去说的这种交易的思路并不一致在交易当中，我们经常会用一些不同的交易的策略和方法来去 handle 一些不同的行情。那我们在群当中有时候会听到有投资人说，他是追涨杀跌，或者他是抄底摸底。这两种诟病其实是诟病的两种交易的思路。那追涨杀跌是逆势交易者对顺势交易者经常的诟病，说你们在追涨杀跌，行情涨你们要买多，跌要做空。那抄底摸顶的是顺势交易者对于逆势交易者的这种诟病。那我觉得在交易当中，交易思路无好坏，最主要是在行情运行的时候如何去处理和执行这些交易的单。这是在交易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在这个每天内参当中，会有大部分的交易单是以顺势的思路去构成的，那有一小部分是以逆势的思路来构成的。我觉得每日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逆势的单，欧镑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逆势的交易的机会。欧镑这个货币，对，欧镑它的位置如果它今天跑到1.89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就空它一把。
这个位置今天出现的最高的位置是一点啊0.8877，上边的最高的高点呢是在899、8910和8927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守住大约35点的止损，我觉得足够去应对这个行情啊。我觉得这一单是我今天想做的一单啊，它的交易呢是不太是顺势的交易，而是逆势的，但是也可以去做。啊，没有关系的，就是当然这一单我要求各位同学们，你们要去懂一些行，它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它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那我希望是我把它叫做高手为宜吧，就是你别瞎胡乱跟，就跟着就跟上来了。这是给大家提示，提示挂单交易这个位置呢，018上方止损位置，我们觉得它的上方止损位置在约略量的话，它的单的最高点呢是在29的位置，我们给予如果向上去加，如果按照标准的这种向上加7或者之后加8。会加九的话呢，到39，那就是388，然后就是相当于是加了10个点。388对于188的这个实际上是止损了37个点，就是给予了37个点的止损的一个止损单。那它的止损在388的时候就是37个点的一个止损单。那止盈的单放在哪儿呢？注意，我们同学可以把这个单呢去做成三单。是三是这样，刚才手势做成三单，那这三个单可以进行分步的平仓，或者就是它不同的位置啊，进行一些调整了。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个单了去一下去下足它，或者说不要把这个单了一下就变成像我这样2.01手。我是给大家做一个示范，你也可以做。0.81、0.81、0.81的这样去做，也是非常非常一个合适的一种交易的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位置。我把这个仓位的这部分就遮挡住了啊。我以下所讲的这句话，就是顺势逆势，本无对错，实际上是说给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人的。顺势容易掌握，顺势逆势，逆势合乎本性，这是，这是我对他的这种看法了。我想在随着交易的过程当中，你们也会感知到在交易当中的这种状况。喜欢做逆势的初学者都是比较喜欢做这个逆势的都是些初学者啊，就是觉得自己运气挺好的这些初学者。那这个单，假设我们在高位上去做到的话，那它的获利满足区间，
我觉得棒在运行的时候，它的获利满足区间有可能也会达到，也会运行的非常的快，就能达到它的获利满足区间。它的下方的低点，包括我们有可能出现的这些支撑的位置啊，这些下方可能支撑的位置，是我们它的欧棒有可能去运行的有可能去运行的这个区域。那中间如果假设这个区间运行出来的话，我们发觉大约会有这个位置的是到0.85、0.8750。那如果行情走出来的话，那相对来说它的结构是多少呢？这个结构是一个获利150点，亏损大约我们刚才计算是37个点的一个亏损，那它的损益比的约略在4:1左右。那如果你中间去做三单，你可以做一个1:1，一个1:2，一个1:3三个单，然后综合来看的话，你的整体的损益比呢落在大约2到2.5左右的一个盈亏比，所以你的这个交易是可行的。那我们耐心去等一下它的这个币种是到达没有啊？我在这里了，我也把就是。中间在这儿了，也有一些参数，我就把它遮挡起来了啊。哼，遮挡起来了。那欧镑目前是比较明显的震荡走势，比较明显的震荡走势，我们就按照这个来做吧。所以刚才我们去做了这些讨论了，它的获利价，实际在交易的时候，这个获利止盈点可能会发生变化，并不是一定会坐在某一个位置，或者一定怎样的，这都不是要去。我们说在交易当中，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也是练老师他经常所说的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叫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觉得今天这张图也可以就用来做它的说明，它就是一个大胆假设，行情可能再冲一波，冲到高点上来，然后再做下去。那中间执行那个单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小心求证的一个过程。行情往下走的时候，不要心慌啊，要耐心的等一下这个行情去走出一些走出一些走势，然后再把它再去真正的执行出来。这是我们看到的欧镑啊，另外我们还有就美加，在走调整单啊，原油在走调整，美加也在走调整，所以我觉得。我们原油在之前的时候有相当多的空单啊，现在空单往上走，我觉得原油的这些空单可以去做一些获利的动作了啊，把原油的一些空单可以去做一些获利了结啊，或做一些这些平仓啊什么的什么什么什么的动作啊，做一些这些执行。原油的单，走着走着走到高点的时候，原油现在在反弹啊，我觉得可能会重新跑到这个62的位置上来，可能会重新。跑到这些62的位置，所以在今天的时候，我们把原油的这个空单了去先减一半了，因为它最后一根阴线破上来了，破上来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先把原油的空单去减持一半。
啊，原油4小时走势。啊，至少下以保平啊！我觉得你甚至可以把止损位置去调整到我们的你至少把止损位置保平，你也可以把止损位置放在62.35，就前期的这个就是守穗形高点的这个位置。止损下移，我觉得有两个位置，第一个走到损益两平是可以的，那第二个位置把这个止损移动到它的前边的这个低点的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也是也是符合交易的这个道理的。这两个位置我觉得都是可行的两个止损点啊。首先先做平仓一半的这个动作啊，我们在交易单中。先把它做出这个动作啊，因为很多同学在看着它。我们把这个单呢平一半，有8800多的获利，平仓一半的话会平出一个4500。新的止损我们我先把止损移到损益两平位置啊，包括可以继续往下移一些也都可以的。所以这是我们注意到的一个行情，这是我们看到的一波行情，原油。整体上而言，我觉得这波趋势仍然是在继续在运行当中啊，趋势仍然在运行当中，只是它的咋说呢，就是回调了，再走一些比较深入的回调走势。那随着深入回调走势走完了的时候，那它的新的一波行情可能会继续运行。所以原油，我觉得。所以原油，我觉得可以继续再看一看啊，不要把它全平了。我们各位同学在交易当中，现在有哪些有原油每家的这个交易单呢？有哪些同学有原油每家的交易单呢？那当然，我说的原油每家的交易单是指原油的空单和每家的多单啊，是这两个方向上的。有同学每家跑了原油。也减仓了啊，对，这些都可以。
这是我们的这个图形啊，所以每加开可以再去，每加顶部长长的塔线就啊，每加的底单，我个人建议啊，就是如果有同学去还有这。每家的这些单的时候，啊，的确有长引线啊，怎么样的这些货币，我觉得把止损移动就可以了，啊，去做移动止损的这个动作，可能效果会更好。因为有些人看到的是长长的塔线，也有些人看到是前期高点破位之后的回调，所以到底怎样还不是特别清楚的，所以我会再稍作停留。啊，止损下，移动一下止损啊，移动也是可以的。我们现在同学的这些交易的方法和手段，我觉得明显比你们最初啊，已经丰富了许多。特别是在强化班当中系统学习过的这些同学们，他们的这个交易的绩效可能会就是这种动作可能会就更娴熟、更专业啊，就是，语言表达也专业了。我们在这个课堂当中，今天也有非常多刚刚开始的这些同学，你们也可以在这个，学习当中去看一下这些，听了一段时间的这些同学如何去表达行情啊，所以你们也把自己的语言变得更专业一些。啊，把语言变得更专业一些。那有些同学在原油当中还有加码单啊，原油的加码单至少首平啊，至少保平62左右的加码单，原油的加码单要去做保平。不要在原油上面再把加码，因为原油如果跟着我们一起做去加码的话，现在已经有40手了，刚平了10手，应该还有就是还有三十手的原油啊，还有30手的原油。刚才我看到有同学说把加码单全平了，我们再去调整行情的时候，下次注意啊，就是，以后我们再去做这，我们有的投资人直接把加码单全平了，下次再去做这种动作的时候，你们注意一下，去留下一些火种啊，不要把它全平掉啊，特别是做的一些长线的交易，我们在中间。不要把它全部都平了。好，那留一段时间跟各位同学去来提问题啊。所以我们刚才去谈及技术面分析的优缺点啊。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啊，一些理论当中的话题，比如说技术面分析当中的优点、缺点，到底是什么？你会发觉，你会发觉。这些优缺点从不同的角度上去看待的时候，有时候优点是它的缺点，有时候缺点，也反而成了它的优点。这事情本无对错的。我们在前2天的时候，就有一位同学他发了一张他的交易的分析的图表，发了一张分析的图表，那图表上面就写了他用了哪些指标，那指标本无对错的。不是指标的好与坏，而是使用指标的这个人，使用工具的人，他的技术水平如何，直接导致了这个指标是否有效。这人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在这里的时候，技术面分析的优缺点，当我们去知道它的优缺点之后，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去发挥它的这些优点，反应灵敏。图形简洁，效果显著，反应快速，这都是它的优点。它缺点就是说，它和基本面不相关，它没有推动力，它没有更多的自信力。所以，我们当在中间要做的时候，需要我们做的时候，
它叫优缺点，我们怎么应对呢？扬长避短，扬长避短，就和我们人一样，比如说我们有人叫做内向性格的优点和缺点。很多人觉得内向的人全是缺点，不是，内向的人也有优点啊。内向的人喜欢独处啊，有高质量的独处，有这种对事情的深刻的思考能力，然后有交友的深度比较深。啊，我发觉我有时候也变得有些内向，开始。他也会有他的这种优点，他也会有他的优点，当然也有他的缺点了。所以使用指标都是扬长避短，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指标无对错的。留一段时间跟各位同学们来提问题，扫描下面的二维码可以和我们 Coaching 金融交易学院取得联系。我想好多同学在这里边试听啊学习，如果你有所比较的话，我觉得在你能够听到的华语的讲解当中，包括相当多的这种英文的讲解当中，已经是最好的，在这个行业里边已经是最好的。所以中间扫描二维码和我们取得更多的联系，得到进一步的资讯。好，我来看一下我们各位同学提出的问题。好，我非常欢迎各位同学把你们交易当中的问题，发给我。好，我们共同去做解答。我忽然在微信当中发现了一个我的黄金，在上边有个叫做黄金红包，然后还有现在黄金的价格。那这是难道是现在实时的金价是270.41元每克？这是微信在做变相的黄金交易哦，那太神奇了。它是怎么退出来啊？来看一下，我们有同学问到 A50 啊，今天这两天全球的股市开始有反弹迹象了。A50 开始从下方开始往上运行，当然还是在周数轴线上。我觉得如果有空单就离场，如果多单的话，我实在不觉得中国的这个股市是一个好的。当然不是不一定是最合适的讲法了。我把原有的图先发给我的助手啊，我把原有的图是先发给我的助手。所以 A50 跳空高开，这是一种多的讯号啊，就是底位阳线跳高往上走，这是底位低多的一个讯号。在这个环境下去交易 A50 的多单，还是让人疑虑啊，特别是在如此大幅的下跌过程当中，中国的股市可不完全是在走啊，全球股市倒是都可以啊，其实各国的其他的股市也都是在走一些反弹。港股也还马马虎虎吧，日经也是吞没了一根阳线跑上来了，SP 标准普尔500指数连续两次探底之后开始向上反弹，全球股市在往好走啊，全球股市在走向好，那我觉得如果股市向好的话，我愿意把它去执行在就是标普、日经上边啊，纳斯达克上边，执行在 A 股上边了。我想再看一看，因为 A 股的，我始终认为 A 股的交易的难度
相当的难。好，这是我对 A 股的看法。我的微信，我拿微信来。有原油啊，也有同学问到原油和股市有什么关系？刚才我们先说一下原油啊，原油今天吞没了一根阳线，所以我们把原油的空单进行了减仓，啊，减仓减了一半。如果有加码单的话，把加码单还有我们的底单，至少把止损放在损一两平位置。就是原油的单，我们今天平仓平了4500澳币出来，之后再不亏损了啊，再不亏损了。有同学问到原油和股市，觉得太过微妙了，我讲不出什么关系来。这种关系可能能在这些书籍或者分析的杂志当中看到，但是对交易没有一个就是有说服力的这种交易的能力啊。有同学问到说，3月26日是中国可以开始交易原油和期货的平台了啊，这个消息怎么理解？这个对外汇交易或者国际金融市场是一个开放的一个政策。那我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和大家说，基于我们在浙商银行这些国内的这些股份制银行得到的内部消息，不是内幕消息，在中国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中国会在这种银行当中去开放 G7 国家的外汇保证金交易啊，银行界已经在做外汇保证金交易，而且这种开放是有着政府许可的，外管局开放的。那包括黄金的交易和就是 G7 和黄金的交易会开放。我觉得这个是大势，我一直和大家所说的，大势所趋之下，金融交易将会成为未来最有前途的一种无论说行业也好。金融交易无论是行业也好，还是执行交易也好，都是非常有前途的职业啊。这些市场的开放，我觉得是势所必然。有同学问说手续费肯定高啊，确实是。银行如果开放的话，可能手续费是比较高的，因为在交易当中。在这个食物链当中，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就是这些赚那些微小但是确定收益的那部分人。那是谁？就是赚点差的这部分啊，高盛、摩根士丹利、德意志赚点差的，撮合交易赚点差的啊，国内费用肯定高，是这样。好，所以我们在交易当中觉得，多有意思的地方啊，开始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和大家进行到，一个小时之后呢，会有每周盘的讲解啊，练老师会和大家继续去讨论，每周盘的行情啊，美日啊，黄金也都处在关键的位置。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祝各位同学们交易顺利，春节愉快，谢谢大家。